益善洞是首尔近年新兴的韩屋村，这一两年都有不少咖啡陆续进驻，将韩屋翻新改造，好有惊喜。好像这间人气的日式梳芙里班戟店，放满了欧式家品装饰，充满唯美的复古风格。招牌的 pancake 卖相吸引，食落仲好松软添啊！所有 pancake 更加是即叫即制 ，double 份量好足，中间夹住果酱和新鲜果肉，另外也有不同的 pancake 款式可以拣。或者你一杯手冲咖啡，这里有提供自家烘焙的咖啡豆，无论饮的食的都好有水准。另一间推介的韩屋咖啡就是主打传统的蒸糕蒸包，在开放式的厨房以旧式的灶炉蒸煮，好有揭秘。蛋糕更加会用虎窝上台，打开蒸布已经闻到蛋香了，又香又松软。至于另一样必点的是芝士蛋糕，厚厚的 mousse 加上香甜的士多啤梨，望到已经流晒口水了。之后再去首尔旅行，记住要去益善洞找间靓咖啡慢慢坐啦。